再来南坡、南坡刀、开中刀、包括肉刀，再来嘉角冷丁跟皮甲。彰化县警察局园林分局在107年7月27号，因为在彰化县园林市三角路一带，有接获线报，一名刘姓嫌疑人在贩卖毒品。经过长期布线埋伏之后，然后向彰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，前往执行搜索。在刘姓嫌犯的住处搜索的时候，发现安非他命一包，啊 ，MP5 冲锋枪一支，手枪四支，子弹124发，各式刀械4把，好，然后带案侦办，然后前案在警方讯问完毕之后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。里面比较特殊的是一把改造的 MP5 冲锋枪，这把冲锋枪的火力都是一般都是特勤的人在使用，它有三八点放跟连发的功能，所以这把枪是比较罕见的一把改造的冲锋枪。